来关心布袋镇的消息。在布袋高跟鞋教堂开店的五创金牛角举办一场牛角面包的义卖活动，收到关河保新国小儿童乐团订购的单位。一到场就先买牛角面包的馆长汪章良表示，云嘉南滨海风景区管理处正积极伫咧招商当中，搁再过无外久，游客就会当伫高跟鞋教堂看到天幕、电影院等等多项游戏设施，对布袋地区的观光发展加分不少。五创金牛角十五号下晡伫高跟鞋教堂横区举办金牛角义卖活动，义卖所得将转数捐予保新国小儿童乐团、社团法人台湾绿地关怀发展协会、爱林协会、布袋警察分局、甲布袋镇弱势家庭个别户。嘉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长陈英忠当场提出2000块做公益。吴忠良甲李伟川议员也到场来共享盛举，甲大家牵手以爱出发，做会带动嘉义县观光。那我想高跟鞋教堂呢，它在过去哈、哦、有曾经做这人诶啊，然后大家都说哦，里面的这个丰富度还不够，所以我们云嘉南风管处跟我们县政府，那我们的公所哈、哦，大家哈、哦、阿龙一起在投入，把高跟鞋教堂带进更多的元素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五创的一个金牛角的好、哦、面包的进驻，那在7月12日的时候还会有天幕的一个电影院的一个开幕，那配合高跟鞋这里哈、哦，也可以说全国最棒的看夕阳的一个景点。啊，我想咱布袋啊高跟鞋教堂曾经红极一时，但是来遮啊，世的人拢感觉讲周遭的可玩性太小了哈。那最近大概啊，云嘉南风景处啊，积极的在招商，那所以现在啊，很多的啊好吃好玩的都开始慢慢在设立。那未来会有天幕电影院，那现在啊金牛角啊五创也在这边开店，也有咖啡啊，所以啊以后这个地方不管是散步、消费、看天幕电影院、赏夕阳、吃海啊海鲜，我想都是一个绝佳的组合。所以从现在啊今天啊五创啊在这边整个商店的开幕，然后啊办这个活动，那实际上在预告所有的嘉义县民跟所有的乡亲，也就是说布袋高跟鞋教堂会越来越好。高跟鞋横跨甲一身增加旋转木马、修行的海盗船、小火车、移动的太空梭、甲横跨导览的车等等多项移动游乐设施，7月暑假360度天幕电影院即将开放伫天幕剧场，搭配着舞台灯光以及音响设备，提供艺术团体展演。汪忠良表示，游客设施陆续进驻了后，高跟鞋教堂将成为游客散步、看电影、赏夕阳、吃海鲜、大消费的最佳组合。高跟鞋教堂一定会愈来愈好耍，布袋欢迎发展指日可待。新闻中的新闻布袋的彩虹布灯。